闺女，你长得可真漂亮啊，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一点也不像你爹。以前在宫里都是偷偷的看你，现在好了，你娘让我来接你了，咱们不去云南，也不回北京，咱们一家团圆去。 师兄，万万使不得呀！为啥使不得？瘦瘦，这是咱们的白龙使，你可不能伤他呀！啊，他就是韦小宝。嗯，他谁呀？瘦头陀。这都多少年了？我师兄啊！啊！<笑>一伙的，一伙的。什么一伙的？ 你可真是好手段呀！进宫才多久，就把咱们神龙教辛辛苦苦埋的线给挖出来了。谁呀？我们家猪猪。猪猪谁呀？毛东珠。假太后，他女人。啊，毛东珠，你还能脸说啊你？那毛东珠进宫多久了，一本经书都没拿到，啊？ 是啊，嗯，我看啊，是你的女人啊，在宫里享福享得头昏脑胀了都，连教主他老人家交给他那么重要的任务都给忘了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一本经书都没拿着。嗯，白龙使，之前的事儿我就不跟你追究了，今晚的事儿。 你也别拦着！哎哎哎，你停！你离他远点！你要干什么？带他走！你凭什么带他走啊？我是他爹！这长得也太不像了吧！我以前不长这样，我以前是玉树临风啊。 后来吃了教主给他抱他一进丸，才变成这样的。你不信，你问他俩。哎，哦，说呢，可以理解啊，你也别太难过，有很多事情就是命中注定，认了就好啊。哦，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他的事儿吧。他从小到大就被别人当成公主伺候着，他永远认为。 皇帝永远是他亲哥哥，那太后永远是他亲娘啊！突然有一天，一个长成你这样的玩意儿站在他面前管他叫闺女，那不把他给吓疯了呀？何兄，咱们进一步说话。现在呀，就咱俩，没外人，对，没有什么外人，嗯。
啊，也是，都是一伙的嘛，是吧？嗯。来，正好你们俩也在，帮他分析分析。你真的甘心把你亲闺女带到神龙岛去？神龙岛那地方有多险恶，大家心里都清楚啊。而且，像他这么蛮横无理，这万一上了岛，逮谁骂谁，逮谁打谁，见一个要弄死一个，惹出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办？万一洪教主他老人家一怒之下给他吃一颗保胎益金丸，一夜之间变成了你这模样，你亲闺女以后还嫁他出去吗？谁还要他呀？你要吗？你呢？嗯。这样的人都不要，谁还能要？嗯，我不带他回神龙岛，我们一家三口浪迹天涯，远走高飞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还浪迹天涯，远走高飞，你不问问人家愿不愿意跟你们一块过那逃亡的日子呀？再者说了，神龙教啊，哪儿找不着你们俩呀？哎，我劝你，你要是真为了他好，你就别认他，你就接着让他做他的公主，接着过他的好日子。嗯，你确定一辈子对他好？当然了。你往那看啊，嗯，那就是你的脸。凭什么呀？你要敢对他不好，这就是你的脸。师兄，师兄，哎，告辞。哎，你们俩干什么去啊？送他回神龙岛。他自己不会回去。怕他迷路了。那么大人还能迷路？情绪不稳定。真够有出息的。